水蛇腰、翘臀加上纤细大长腿，这魔鬼般的好比例，连女孩子看了都要流鼻血啦！今天网络温度计透过 Kipo 大数据关键引擎，带你一起来看看讨论度超夯的十大 IG 比基尼辣妹排行榜有谁吧。精灵系女孩蔡粉粉有着白皙圆润的娃娃脸以及傲人的魔鬼身材，过去曾上过国光帮帮忙，有着国光女神的称号。我也喜欢迷你，是不是？你喜欢迷你？可是我喜欢豆豆先生那一种那一台，哦，那个很难买哦，那就很可爱。你真可爱。常在车展当 show girl 的粉粉，更有年度百大 JKF 女郎的好成绩。喜欢跑车的她，也曾与朋友一起拍跑车的整人影片，路人惊讶的反应也逗得观众哈哈大笑。搞什么鬼啊！你搞我！粉粉除了时常在 IG 晒出她的美胸，也有在 YouTube 拍衣服的实测。影片中测试白色上衣的透视度，让小编也觉得好害羞哦。哎，我觉得好冷哦！为什么一定要攻击那个重要部位呢？好像有点很痛，是不是？台艺大毕业的艺术才女雨晴，除了有漂亮的 S 曲线，也常在节目上看到她。你们是不是这么年轻，睡眠那么差呢？哦，其实睡蛮好的。平时会在 IG 分享喜欢的食物，也曾经在节目上表示自己是个大吃货，能吃下50盎司牛排的惊人食量，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你怎么会吃到50盎司牛排？你有这么饿？就很能吃吧，天生就很。你小时候被牛咬过。有着清纯可爱性格的雨晴，因为她的气质美，也使得工作邀约不断。希望雨晴未来也能有更好的发展哦。很大好了，很大好，因为我觉得很小很空虚。脸蛋标志的张淑琴有着九头身的完美比例，还因为长得太完美而时常被怀疑有整形。我真的没有整形过，不过也因为靓丽的容貌使她有许多亮相的机会。之前在节目上还因为撞脸范冰冰与屈中恒演了宫廷剧，让大家笑声不断。秦岭娘娘今天怎么样呢？秦岭娘娘今天非常的好。今天我们要去后花园吗？后花园是你的后花园还是我的后花园？除了工作外，淑琴也时常到处旅游品尝美食，而且还是个喜欢运动的女生。喜欢淑琴的朋友赶快到她的 IG 手刀追踪起来。在 IG 有着近百万粉丝的邵黛儿，因为直爽开朗的性格受到大众喜爱，也时常在各大综艺节目上看到她，而且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。之前在综艺玩很大是吃毛蜘蛛，还一口接一口毫无畏惧的模样，真是让小编觉得佩服佩服。哎，这蛮好吃的。哎，你真的对吃很有兴趣耶。也因为喜欢旅游，除了会在 IG 上分享生活之外，邵黛儿更开设了 YouTube 频道，分享自己的 Vlog 短片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经营自己的泳装品牌，不仅让自己胸型美美之外，也让大家能在海边都自信满满。现在是我朋友们的泳衣供应商。这次荣登十大 IG 比基尼辣妹第一名的，就是有最强奶妈称号的谢维安啦。过去维安曾po出在操场跳绳的影片，画面波涛汹涌，也成功打响知名度。不过今年二月 ,IG 原本有着500万追踪数，排名台湾第二的他却被无预警下架，也因此开启了维安重新经营 YouTube 的念头，现在也时常在上头分享生活的大小事，目前也已经有10万人订阅咯。天使般脸孔的维安前阵子上综艺大热门，还曝光自己私底下有着收藏钢铁人的喜好，也让人意外，维安竟然是漫威的收集控。钢铁人，对，这是你在升级的。而他现在仍持续用新的 IG 账号分享可爱儿子以及大胸美照，小编也祝福维安能够早日取回原本的 IG 账号。看完这些女神的好身材，是不是都想追踪起来了呢？想看完整十大 IG 比基尼辣妹榜单，可以上网络温度计网站查询。另外想看什么类型的整理，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哇！干靠，真的是你干吗？我今天点的是花样闺蜜。在上集的人气争执啦啦队排行榜里，许多网友热烈讨论，我们都看到。